Hello，大家好。好，同学，看到我们的目次的部分哈。好，同学呢，我们的第一片品已经完成了。其实我们是在这边呢做鱼片品了。所以同学大体上来讲啊，好，我们今天其实是进到去杂论使变的部分哦。所以同学记得啊，这些所谓的鱼片呢，都是继承了地片的经验来谈哦。所以基本上啊，地片呢，所有的一切经验呢，都可以带进来。其实同学啊，普遍上来讲啊，所有的禅修方法它都有共同性的。因此只要你一个方法你有成功，这个方法第一，它其实同学有几个方法到底用得好不好，是可以几个角度来谈。所有的方法，不管你是气功源流也好，或者是非气功源流也好或者是清经道论记载的禅法，或者祖师禅什么之类。首先第一呢，就是方法你一用啊，通常来讲是，如果那个方法是对的，你是对的，然后呢，就是啊，也排除了你的干扰的，通常最基本就是会有出现身心的变化，这个就是禅定啊，跟持戒啊，跟布施不同的地方，布施啊，跟禅定啊，是少有身心的变化的，所以它真正分水岭啊，会让人有一种改变很明显啊，发自内心啊，甚至是身体的。都是属于关于这个部分，那个这个部分，所以一般上啊，它会出现的然后呢，如果是啊，你不断的用试这个方法，试了又试，试了又试参加过一个营、两个营，试了一天、两天、三天，通常一段期限之后如果是说方法无效的话，是会出现就会出现无效，然后过呢，即使是通过老师的指导。然后呢，通过排除种种的干扰，无效就是无效了的。那么一般上有经验的老师会给你一个很明确的指导，就是你什么时候应该把它换掉它。一般上啊，业主来讲跟穿靴子啊和穿衣服基本上啊，尤其是穿靴子啊，不干的话，一穿你就马上知道了的。那么呢，因为大家都有穿靴子的经验，但是业主的经验你不见得有，谁不知道有时候到底是真的是这个靴子不会穿，还是你的心理问题这个你需要时间去把它印证的而往往很多时候来参加像我们这种课程就是学了方法之后，过后呢就自己练习，它时间很短。那么呢，有时候然后你们呢又要上班很忙，他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你去 test 这个方法的，所以呢密集课程有这个好处，所以我们上次那个气功营一般密集哇，马上看到效果，马上看得到你掌握到哪里，也马上测出你以往修到你的方法修到什么程度都可以 test 出来看得出来。所以呢，有时候是需要密集的禅修才可以足够去找出来。那么呢，一旦呢你找到对了那个方法之后，是同学一般上它的进步是这样的一个 graph 这样子上所以一般是你觉得哇，好巧妙的变化你的健康如果是因为就是身体能量的关系，它会很显著改进。那么你过往就是因为就是经常在郁闷里面但是因为禅修的得力心灵的变化，它是这样的曲线增长的。不到了段期间之后它慢慢会平稳，又慢慢感觉有下降的倾向了，所以它会出现这个现象的。因此一旦它往下之后你就必须要在原有的方法更进一步换别的方法，又或者是就是说在这个方法那边你本身换帮方法，或者是方法本身可以 upgrade，你再去 upgrade 它。就像有些 course 它 diploma 读完有 degree，你可以 further 去。但是有些 course 只是到 diploma 罢了的，你没办法读 degree，你要去跳去别的系统读它相关的 degree，这样有点类似是这样所以同学，你试方法一定就是这样所以基本上来讲有时候你去禅修营end up 的结果就是哦。原来七天之后，我才知道这个方法不适合我的所以同学，这个你也不用气馁，至少你知道它不适合你的，这样子不过我记得有时候好像以前我们读书很无奈就叫我们选课程嘛哎呀，那课程一读我都有2年3年，
然后啊，哦，通常我们问了，哦，这课程都来做什么？他会跟你讲，你可以做什么 financial planner 啊，auditor 啊。其实你听了也不知道什么来的，哦，所以通常问了，薪水有多高啊，哦，啊，那个就比较有概念。其实那些什么东西啊，哦，decision maker 啊，什么来都不知道来的啊。通常等你读了半年、1年、1年半，哦，惨哦，有的不适合我，你要跑又跑不掉，对不对？你硬读又读到勉强。啊，所以往往啊，哈，以往啊，我们读课程呢，哈，啊，经常有这种现象的哦。然后呢，在读课程呢，经常有个特色就是，理科可以转去文科，文科不可以转理科啊，这个就是啊，经验之谈。所以同学，我们的业处也是这样的哦。一般上啊，在方法来讲哦，有些方法可以转去一些方法，但一些方法转不到过去的。一般上来讲啊，哈，有一些人啊，哈，比方说气功源流啊，跟非气功源流，有些人呢，哈，是什么方法都行的，不过你自己不知道，哦，原来我什么都行，原因是因为啊，哈，原因是因为你不知道啊，不是每个人都行，也不知道不是每个人什么方法都行，你也不知道，有些人是什么方法都不行，你不知道啊。啊，但是我们知道啊，所以有些人其实什么方法都行，有些人是气功源流方法超行，但是非气功源流不行；有些是啊，非气功源流啊很行，但是气功源流不行；有一些是啊，非气功源流里面有一个行，其他不行；有一些是气功源流某一些行，某一些不行。啊，所以呢，每个人的情况林林种种，但大体上来讲啊，一个方法的成功啊，哈，会带到信心给你去学别的方法。一般上是这样子哦，啊，所以同学呢，就是给大家知道原因是因为啊，哈，如果我们不谈这些哦，因为啊，我们不断的谈方法，你知道吗？啊，那方法全部谈完了哈，但是我们还是没有一个成功啊，哈，就有点像啊，哈，我们读什么？我们了解所有的知识，但是都还没有开始去做那份工这样子哦，啊，就是只有听的份罢了，哇，那么高薪啊！哇，那么高 position，哇，那么好福利啊！哈，我们了解所有的职业都好啊，但是却还没有开始做工一样，有点类似这样。所以，我们学这个业处啊，有这样类似这样情况哦。哇，听说那么好，哇，这么好啊！好，即使是有坏处都好哦，因为很向往，觉得哎呀，这个险资都冒的哦啊，但是完了哦，还是没有什么进展这样。所以呢，会有这个情况。因此，同学，你回到来啊，还是啊，坚持回你当下的月初，你当下的月初啊，到底有没有学到尽头啊？这个你一定要确定它有没有到尽头，没尽头，你把它学到尽头它啊。然后过后呢，学到尽头，不能够再进展啊，才说去转来别的月初。过啊，和我们之前上课啊，种种的体验啊，和都可以会出现哦，啊，所以同学你会发现啊，当师傅带你们气功的时候哦，给你们的 interview 啊，给你们的 advice，有没有发现？其实啊，听到的那些都有讲过，有没有印象？是三三两的，对不对？好，就差不多一样的，因为它都是修行方法哦，啊，所以呢，一般上我们给的 guidance 啊，哦，都是这些来的吧。好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跟业处有关的了。好啊，所以同学，你进行检讨了。哦，那对于你是根本的完全没有开始修哦，连个都没有成功的话，你要开始了的咯。那不然的话哦，你就是啊，就在参加游泳课程啊，上 theory，但是没有跳过下水去下面的啊，那就惨不了。啊，所以你一定要让自己跳下水去试一试啊，至少啊，被水淹过都要试过嘛，对不对先？然后啊，你说啊，抱歉了，我连走火入魔的经验都没，因为我太懒了，懒到连走火入魔经验都没。哎呦，那就很不好意思谈了哦。啊，所以至少要有点走火入魔的经验，好吧，好啊，这样子哦，就表示你有试过和用功过这样子哦。好，来啊，就是呢，我们其实是现在就回到来啊这个杂论这个部分了的了。那同学，我们看一下哈。好啊，上一堂课呢，几乎所有的片呐，都已经讲完。那么在上一堂课的一些疑问呐，杂论的部分呐，我已经在 WhatsApp 里面处理了啦，这个轻便做主题就解释不到哈。然后啊，关于这个啊，胜处跟解脱啊，用英文的翻译比较好理解了。基本上啊，胜处跟解脱啊，都可以离开贪欲盖这样子，蛮独特的。好，来，上个这个结束之前呢，有提到啊，虚空片呐，就是可以啊，在大地啊，把它变成虚空，而且可以穿墙过皮，这一个呢，就跟神助通有点像这样子，好，来，我们再往下再继续，来，有请郑青，有请。
一切片都有上下横无二无量各种。既如此说，有人以地片作上下横无二无量想等，此中上即上相于天空，下即下相于地面，横即虚化了的田园的周围，即是说，或者有人景象上增大一片，有人向下，有人向周围，犹如他希望以天眼见色面，天眼见色而广展光明一样。依他们各个不同的目的而广展，所以说上下一横，无二即此字，一片而不自于他便说的。例如有人入于水中，则各方面都是水，更无他物，如是一篇。以地片中只有地片，更无他片的成分。以一切片都是这样，无量是一片的无量无限量的广扩展，展而说的。扩展而说的，由一心的片满一片。而遍满于一切，没有知识变得粗，变得中等限量。好，感谢。来，请秀娟如继续说，读啊！秀娟读，没关系，可以停了。来，如说啊。如说那些具足业障、具足烦恼障、具足意识障、无信、无愿、恶慧，不能入决定正性的善法的友情，像这样的人们，甚至一人而修习一遍也不能成就。具足业障是具有无间业的，具足烦恼障是决定邪见者。两性者、阴阳人、黄门、半世家、具足艺术障，是由无因、恶因而结生者，无信即对佛、法身等没有信的，无愿即对非敌对法及圣道而无有愿，恶慧即无间、无世间、处世间的正见。不能入决定正性的善法，是不能入于善法中而称为决定，称为正性的圣道的意思。像这样的人，不但在变中，就是在一切业处之中，一个也不能修习成就的。所以必须由于离诸意熟障的善男子，遥远地回避了业障与烦恼障，闻正法而亲近善人，增长其性愿与智慧，勤行业处瑜伽，为诸善人所喜悦而造的清净道论，于论定的修习中成就第五品，定名为瑜片的解释。好，感谢。来，同学，我们在还没有 further 之前啦，我们先做一点点小功课哈。来，同学呢，请大家就是在这个杂论这边 check 一下所有的片总共有几个会 click 到神通的，请你做计算，从第一片开始算起，算到下面有几个片跟神通有可以扯上关系的。好了，可以 Zoom 举手表态了。这些看到的重点，有的话就打勾打勾打勾。
一位好了，两位好了。三位好了，今天十七位同学上课，四位好了，五位好了，六位好了。七位好了，好过半了啊！来，同学啊，先看这边了哈。Mandy， 你不用放手先。Mandy， 你是算到几个？不 ，Mandy 觉得是全部。全部，谁感觉是全部的？把你的手拿起来，差不多全部都跟神农挂上关系。OK 哈、哦、啊，把手举起，一二三，四位。啊，四位好 ，OK， 把手放下一下。静怡是多少个？好，算到第几个？算到几个大概？四个。嗯，八，四个，嗯，八，八了，对不对？嗯，是吗？四个嘛，好，好 ，OK， 谁算到至少四个以上的，可以把手拿起来。四个以上啊，神童的。你看啊，全部举手了，看到了。好，同学可以把手放下来。这告诉我们什么？其实啊，同学，四十页处啊，就只有偏残啊，几乎是跟神通最容易 click 得上。其他的偏，其他的残定没有啊。你想想看，回忆一下十随念，还有呢，就是啊，安波念、十不惊、四无量心，没有一个四十页处啊。可以跟像片禅这样、哦、那么容易 click 上，因为、啊、原因是为片禅的所缘的关系有关，因为片禅有地水火风，那地水火风是就容易啊、哦、延伸到我们外在的地水火风，它就可以玩弄地水火风了啦，对不对先？然后过呢有虚空光明啊，这些这虚空也是跟外在有关，你可以玩弄它了的，看到吗？好，所以呢，这边可以告诉我们，就是说，其他业处没有业处啊，像片禅那么厉害，可以啊，跟神通挂上钩。所以同学基本上啊，如果你这样看来的话，同学就是，如果你本人啊，好，你很想行菩萨道的，那么呢 ，maybe 片禅下手是最快。然后过后呢，你也是希望啊，可以修上去试试看四空定的哦。就是去试修四空定啊，以便这个四空定啊修了之后，可以让你的四禅更稳定的，你也可以往片禅先下手，而你刚好前世对片禅有修，可以从这边下手。小同学看到吗？啊，因此就是说啊，基本上你找对你的法门，然后你前世有这个根性，有老师有引导，可以省时间，你可以很快啊就可以实现你的愿望了的了，看到吗？哦。好，所以同学可以，你可以特别记录下来哈，就是啊片禅呢哈和神通是最容易啊哈引发到神通的，就是片禅来的哈。好了，同学我们就画重点了下面的了哈。
好了，可以送举手表态的各位同学哈。好，同学可以高抬贵手了。好啊，同学呢，在这两段里面呢、啊，主要是告诉我们是关于这个偏残本身的哈，它是可以呢往上、往下和打横，可以打横扩展哦。啊，所以的往上啊，意思就是讲啊，哈，你看到同学一般上像开天眼的人哈，啊，天眼的扩展是一般上是可以以自己的意欲可以向上扩展。可以向下扩展，甚至是打横扩展。打横扩展就是说，表示说，我先呢、啊、把整个达曼达利啊，通通都把它扩展到它啊，片本身是如此的，而且是可以无限量的扩展。同学哈、哦、啊，片本身可以无限量，因为呢，当地片成就的人呢、啊，他感觉周围只有地，没有其他的，所以我们讲是可以啊，哈、哦，无限量的扩展。好，可以了解吗？啊，这是一点呢、啊。它主要是谈的是这一些来的啊。不过呢，下一个章节提的哦，就是什么人呐、啊？哦，是不能够啊修不成、啊、他也讲的蛮明确了。这些人是一个片也不成，不止一个片也不成，任何业处也不成呐、啊。所以刚刚他归类的有几个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无因生、恶因生。那无因生、恶因生里面呢、啊，哦。啊，他前面又特别归纳一类啊，哈，就是呢，所谓的就是阴阳人，然后呢，就是阴阳人呢、哦，有两个生殖器官的人，然后呢，过后呢有提到啊，在无间地狱的人哦，然后呢，过后呢，基本上来讲啊，大概就是这一类型的这些人呢、啊，哈，都不可以成功得到了哈，啊，所以我们先看一看先了哈，好啊，先把它解释完毕。同学看了、啊、这边有讲到上下横无二无量这里了、啊、所以呢在上、啊、它定义为天空，下的是地面，勾呢横是周围，然后呢往自己要扩展的方向扩展，这都已经讲过了的了、啊、好，过后呢、开始来谈了谁不能够修得成。第一，具足业障的人，同学呢具有无间业，同学无间业是没有间断的业。一般上如果我们叫无间业啊，通常联想到啊齁，都是跟地狱恶鬼畜生比较有相关联的。齁，你想啊齁， no thanks。好了，我们看一下地狱恶鬼畜生有关的齁。我再先确定一下齁，无间业齁。哦，这个无间业同学看了齁，它包无间业是包含了齁，这些就是忤逆罪啊齁。然后必堕地狱的都叫无间业了啊！刚刚师父想啊，是了，都差不多了啊！刚刚师父的想法是无间业必定是在无间地狱，那么忤逆罪本身也是啊，哈，也是堕无间地狱，所以无间业啊是指这两类了，哈，都是跟地狱会有关系啊。好，来过后呢，我们再看一类啊，哈，就是具足烦恼啊，哈，是决定邪见的人呢、啊。所谓的决定邪见呢、啊，就说是确定有邪见。那么呢，一般上邪见呢、啊、是指什么呢？通常我们讲啊，邪见的种类就是常见跟断见哦。不过我们讲常见断见，一般上感觉是蛮抽象的。我们讲不相信因果的人啊，这些邪见呢、啊，就比较容易理解得到了。哦，这样子。不相信因果，不相信善恶，不相信有果报的这类哦。然后呢，两性者就阴阳人呐、啊，黄门就是半折家了啊。同学，半折家黄门呐、啊，哈，基本上来讲啊，哈，有通男跟通女了。基本上啊，黄门呢、啊，或者是半折家哈、啊，都是啊，哈，生殖器官。或者说荷尔蒙失调，让他的性别啊，哈，出现了、啊。含糊跟混乱的情况啊，所以叫做黄门呐、啊，哦，佛教哦，啊，它主要是因为啊，它的在叫做班达嘎，所以就是写半折家啊，同学你可以写一写哦，为什么叫半折家？就是班达嘎啦啊，意思哦，啊，就是不难，所谓的不难就是指啊，哈，刚刚所讲的啊，通常就是啊，哈，生殖器官损坏。没有办法功能，包括男跟女在里面呢，哈，女就叫不女了，男的就叫不男，哈、哦，
那它包括就是先天呢、啊、就不具备，然后呢或者是后先天不具备，主要是先天不具备啊，先天有两个器官或者先天没有器官，然后呢也牵涉到荷尔蒙失调。那这类型的人啊，当他出现这些这样的情况啊，基本上啊，按这边蛮明确，他们的业处是没有办法修得成。所以呢，如果你身边有这类型的人士，他有可能啊，在世间的智慧哦不察进的，他可能是律师啊，可能是医生，但是那是另外一回事啊。他修习这些禅定啊，就不能够成功。你看到同学，如果是按照科学来解释哦，修学禅定是跟大脑有关。那如果是以禅相系统是大脑啊，它会在松果线开始开发那个禅相，或者整个大脑会被占据到完的。那么呢，这些啊，他生殖器官有问题的人哈、哦，我们大脑啊，应该有一些部分呢、啊、哈、哦，也是跟我们的荷尔蒙有关系。你看，我们看一下，同学，我们可以做些推论了、啊、哈、哦。因为呢，你真正遇到一个这样的人啊，他总是要个解说嘛，我们是没有解说的。如果按照我们的经论了、啊、哈、哦，那我们看看我们翻 brain 了、啊、哈、哦、，OK 哈、哦，然后呢，我们看看 sex hormone 了、啊、哈。看看是哪里会有关系的到哈 ，OK 啊 ，What are the sex hormones in the brain 哈 ？What are the sex hormones produce 哈？应该是要问啊 ，Which part of the brain 啊 produce sex hormone 啊 ？Which part of brain sex hormone？ 我们看一下哈。那你看同学看到吗？Assume expected the hypothalamus, the brain region implicated in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behavior, show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exes. 同学看到吗 ？Hypothalamus， 你们看看 hypothalamus 在什么位置里边？基本上同学啊，在 hypothalamus 这个啊，就是下视丘来的。你看到这里吗？同学一般上来讲啊，这一带啊，全部啊，包括我们讲开第三眼啊。都是蛮靠近在这里的，可能叫 pituitary 也是蛮靠近在这一带的、哦啊、所以呢，如果是这一边是、啊、受损的令到、啊、生殖器官或者是荷尔蒙失调的话，这边的猫房身可能也令到、啊哦、你、产生残香，没有办法用到这个部分去产生那个残香，因此这个部分、啊、就会 click 着，你就没有办法让残香占据大脑所有相关的部分而成就出残了。因为成就出残了，大脑所有啊相关的见闻修长处的神经哦都会被占用到，所以呢我们的见闻修长处全部会暂时停止功能。那么呢，如果一项推论呢，他们这类型的人可能他不达拉巴斯那边是失调了的，然后也不可能了被利用啊来成就得到禅香，所以呢它就永远不可能了。所以这种 brain damage 应该是没有办法修理，所以这些哈、哦、就让它永远没有办法，除非它丢掉这个身体重新投身，有一个完整的大脑完整的所谓的身心啊哈、哦、才有可行的可能。所以呢我相信一定会给你遇到的，那你可以这样子来做解释了。就是一个勉强啊，一个啊哈，是师父的推论来的，因为我都是认定啊，心就是大脑来的，很多东西可以说得通，那我们也用它来啊解释给这些，我相信不少知识分子啊哈，是类似这种这样子的人来的哈，你就可以至少有个合理的解说这样子啦哈，啊这就是黄门半之家，而除了不男以外，也包括不女啦。哦，同学哦，你这可以写下来哈、哦，只是半直接这样写不足够。如果是女的话，就叫不女了啊。通常不女的话我们是称为五不女了哈、哦。看一下五不女哦，我看看有没有它的巴利文了哈。潘达卡是男的，没有包括女的哦。五不女哈、哦，我看看用佛教啊哈。OK， 五不女啊，看一下哈，OK 哈、哦，没有哦，一下找不到哈、哦，基本上同学五不女依然呢，是就是性就是生殖器官缺陷，也包括荷尔蒙在里边，而且是没有生育能力的啦，好、哦，所以同学有兴趣可以再去。看一看啊哈，我们佛教啊跟它是有关联。同学，你看汉译五不女思想的形成，看到吗？啊，这个是论文来的了 ，EDUTW 哈、哦，
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留意。所以有人会做学术研究的，看到吗？看一下哈，一点点哦。同学看好，摘要啊哈，我放大一点了哈。这里哦。来看一下。啊，五不男啊，天漏见切变；五不女啊，柔纹骨角脉。这是如今汉医所说先天性的不育跟不孕女症，看到吗？好，然后呢，他说它是有变化的过程。那同学你看呢、啊？西晋400年呢、啊，汉医的佛典陆续愈出，这些不能男或者称为黄门半之家哈、哦，男人呢若有男根缺陷了、啊。是不适合出家的。到了啊，1157年的时候啊，五种黄门收进来，然后过后呢，那这些半职家哈、啊，这才使五种不难传到佛教界以外哈、啊，就是这种啊残缺啊就传开。他说啊，自此文人的笔记啊，佛家的词书多有成述，就开始用这些名称了啦，哈。把五不男跟支那就有记载上的人格等怪异之事一体看待哦，所以呢就是啊，以前中国有人格这种这样的人呐、啊，哈、哦，不过呢，元明时代啊，进入道教双修派书中，哈、哦，双修是指男女双修了，哈、哦，过后他讲了，哈、哦，在广释纪要啊，成为医学男性先天不育症的名称，哦啊，也开始出现了，哈、哦。好，过后呢，就是接着下来哈，蛮长下啊，一点点哦。另一方面呢，佛经也有怎么样的啊，女人不能够出家，看到吗？没啊，就是称为不能女啦等而说哦，不能女哦。我看看先，我想找到范文给各位同学哈，因为有不能男的哈，不能女哦。OK， 不能女哦，是没有这样的词。OK 好、哦，哦，老天，你看一打不能女佛教哦，歧视女性，佛教对女性的地位轻视女性。啊、所以啊，哈，这个课题啊，哈，当你真正出家，女中出家，哈，哎呦，你们的关卡可真不少啊。其中一个就是男女平等的问题，哈，基本上男中是挨打的了，因为歧视女中是男中歧视嘛，哈，啊，很少说歧视男中的，哈，啊，所以看到吗，同学，哦，所以在台湾啊，嘿，这个课题啊够晃啊，真的是啊，哈，啊，关于这类型这样的课题，哈，好了，我们再看一下，他有讲了，哈。五不女啊，他说可能是啊采集啊哈、哦、佛译汉译佛书的句子复验而成，看到吗？这个复验应该不是随便的哈、哦。为什么是五呢？哦，可能是真的是复验的哈、哦。他说根据五不男配五不女哈、哦，好过呢，他说啊最初的五不女啊是跟五不男一起出现的哈。哦，所以呢他复原应该是什么了，你看他五不女思想的变化形成了齁、哦、根据来讲啊，确认他内容上的印度风齁、哦、就是什么呢，汉医女性生殖器官其实也有所提示，即便五不女的提出大概不是对事实的发现，而通过他发现了前未成知的事情，看到吗？意思就是说啊，他通过这个名称五不女他说啊不是事实的发现，而是啊了解原来印度人他们很早就对这个理解了的，那这是佛经翻译的功劳，看到吗？佛经的翻译不管引入中国没有的概念思想，当他进入中国思想的域啊，在新的场所导入非印度的新思想新概念，移植呼应乃至对称，看到吗？啊，所以呢五不男五不女啊基本上啊是在佛典里面的出现，而佛典出现了之后啊好，而丰富了啊好，就是什么了了，修行有成就吗？阴阳人黄门啊，好，不会了啊，修禅定啊都不能够成呢、啊，好、哦，这样子已经这边也讲得很明确了了，好、哦、，OK， 好，同学那个五不女这边呢、啊，好、哦，我就一下对应不到这一边，哦，就找不到巴利名称给各位了。
过我们往下看的哈，具足一熟障哈，一熟障是无因二因而结生。同学基本上啊，无因结生呢也是黄门呢、啊，不过无因这一边呢、啊、还包括就是聋哑残障跟智障在里边呢、啊，聋哑残障跟智障哈、哦，但智障是最好理解的，大脑都受损，这些人呢、啊、可能连吃喝拉撒都不能。根本不可能修行得到，很明显是 prefrontal cortex 完全是受损到完了的哦。然后呢，过后啊，哦，关于啊，就是聋哑残障啊，就是可能闻所成会可以，但是思修所成会可能就办不到了，哦啊这样子，所以他们也是不能够成就得到哦。好，过后呢，无愿就是说没有那个愿望，要对圣道没有愿望。恶慧呢，就是无世间出世间的正见，好、哦、恶慧哈、哦、没有世间正见，没有出世间正见。来，同学，请你找找成佛之道，有没有科判成佛之道？同学去把成佛之道或者是科判找出来，在哪里提到没有世间跟出世间正见？记得吗？这边没有读成佛之道的举手一下，我看一下，没有读成佛之道啊，多数没了哈啊，就没有那个书好找哈。好，来，同学呢，有蛮多有读成佛之道的，你可以 cross reference 一下，好，来看一下哈，成佛之道哈。这边不对哈，成佛之道，啊，来，同学看一下哈、哦，基本上啊，我们讲啊，哈、哦，有五种，有四种正见啊，成佛之道特别有提到，来看一下同学哈、哦，所谓正见者，人生之正观哈、哦、啊，这个就是所谓的世间正见了。同学，世间正见呐、啊，哈、哦，就是我看简就是这些哈、哦，有业有报啊，有隐业满业，有决定不决定，有现身有后世，叭叭叭，这些全部都是世间正见。所以呢，同学你可以写写，就是啊，哈、哦，这边所提的是所谓正见者，人生之正观啊，可以写这一个啦。关于这个有世间跟出世间正见，因为正见必须包含世间跟出世间，因为呢世间呢齁有这些世间才可以建立得了所有一切的因果法则齁、哦。那么出世间正见呢包括啊齁就是啊也包括在世间正见里边齁、哦。因为呢有出世间正见我们才会向往啊齁、哦。所以这边有提到啊齁看下写了齁。出世间正见就在这里了、哦、有圣者看到吗呢，圣者得解脱，我们必须要有圣者得解脱，相信生死轮回，我们就有一个可以努力的目标、哦、所以呢这个正见同学看到吗，他 level 不高，五乘功法就必须要先具备了的了，而不是到了清净道人学，而是很早的时候啊五乘功法就必须要学了的、哦。好，过后呢这个就恶慧来的了齁。然后呢不能入正性，决定正性就是指不能够入圣道了。正性的圣道就是指四道四果的意思齁。这样子齁。啊，所以这类型的人呢、啊、不能够一个偏，不能够修人任何个业处啊齁都修不成。好，这边他有讲啊，由于啊齁所以必须要有啊离诸一熟障的善男子。然后呢避开这一些啊，这些啊业障跟烦恼障，你应该去亲近这些人呐、啊。意思就是说，同学，你还没有修成之前，你应该先远离这一些人啊，先去亲近啊成功的人啊，过后可能成功之后才去度他们啊。大概是啊，和啊担心啊，这些人有四肢变冲，你会被他们影响，也不一定的哦。所以刚刚谈的所有的残缺哈、哦，同学都可以 click 得到大脑的残缺的。这样看来哈，在解释上啊就比较合理的到哈。好了，尤弟你举手有请哈。师父有问题，关于十篇的修行方法是不是通外道的？十篇有没有通外道啊？有啊，火片呢、啊、就通外道哦。瑜伽他们呢有修火片的哦。
其实 我有点不明白，如果他是通外道的话，因为他边讲的是说，比如说啊，他讲你一定要啊信佛啊，就是跟佛教有关系的，这样在外道里面，这个是算是一种条件吗？没有的，在外道啊，就外道自己的条件咯。你困那个处处险，是因为必须要信三宝才可以成就偏禅，还是因为信三宝才可以成就到涅槃？两可不同哎。对呀、所以呢，基本啊、是吧？你了解吗？如果是佛教的涅槃，你必须要信佛咯，因为呢，那个禅观的方法是 match 的哦。那如果你是说啊，不需要说成就涅槃的话，基本上外道也是可以的，只要可以集中就能的。而且不单只是嘞，而且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有一些人呢、可能你会看来看去觉得他的样子啊，或者戒律不是很清净，可是他还是可以成就得到四禅八定的哦。所以呢，有时候他过去式啊，比如说有些人呢，可能他一些习气啊，你可能才刚刚给他骂了一顿哦，等他禅修到入定了哦，对不对？对你来讲你就很不平衡哦，刚还给你骂哈什么啊？你刚刚修定入定了啊，你就很不平衡了，对不对？但是人家过去是有修啊，就是他一等他骂你哦，他马上他就放下了，结果你给他骂你放不下，老是那边想，所以你修来修去修不到成哦。明白吗？哦，有时候是这样的情况的，你知道吗？所以呢，所以有时候啊，在禅修营啊，杜学你不要去看那么多，真的是，因为啊，很多啊，你觉得样子看来不像啊，偏偏他修得成的啊，就像做修士的人的秀娟看到的样子哪里有钱的啊，结果他跟你啊买到完了东西啊，他就是要什么不服气啊，不甘愿的把你东西买完他，让你没话好讲，对不对？有时就觉得看错眼嘛，对不对？样子看来就不像有钱人啊，结果买 Rolls Royce 这样子类似这样情况会发现的，会出现的这样OK， 来就是刚刚啊，就是谁啊静云的问题我回答了啦，就是刚刚啊说啊所谓的修行有没有成功，就是指禅定跟涅槃不会成功了，按照这边的记载啦这样但是不是持戒是能，他定啊 maybe 可以成就得到啊 upacara samadhi 不一定 ，maybe 可以 upacara samadhi 因为呢，真正到初禅了他必须要禅相占据整个大脑。整个大脑所有的感官相关的神经系统都被用完了它处于那个状态的。静心定还没的我们静心定还听到声音的还听到声音还嗅到味道，所以呢它还没有非常的深刻，所以 maybe 静心定啊还可以啦 maybe 啦这样好来同学我们就完毕了的啦。这边完毕所以呢这边提到的远离说同学虽然说远离不过不要做得太过出面不要想到哇你们这些人呢佛经讲啊你们就是业障深重的让我赶快远离你们千万不要这样不要太过张扬不要太过明显就是静悄悄就好了如果你觉得哎呀你还没有修好的缘故这样子的情况比较好为什么这样提这个就是跟上次中 COVID 这样一样嘛一听到说那个教堂哇很多马来人中那我们讲有马来人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对不对当时是这样嘛那个藏货店很多马来人不要去后来我们有时候也讲得比较好他说不要太过出面虽然是说知道不要太过出面这些也是一样啦不要太过出面这样子好那就完了了同学我们就开始来到说不净业处了特别去谈这个不净业处来有请华恩读一读华恩有请盖变之后在指示膨胀相轻腿相浓烂相断坏相持禅相散乱相斩情敌散相雪土相重聚相恶骨相十种无意识者实则的不净时不净的羽翼在命中之后渐渐的膨大犹如吹满风的皮肤所以叫膨胀膨胀即膨胀相或以厌恶的膨胀为膨胀相
即与膨胀的实体是同一语，破坏了的情色为轻语，轻欲即轻于相，或以厌恶的轻举为轻于相，在那肉的隆起处是红色的，脓所聚集处则白色，其他多处则青色，在青的地方如为青衣所缠，而这样的尸体是同一语。三，在诸破坏之处流出来脓，来叫脓烂，脓烂即脓烂相，或以厌恶的脓烂为脓烂相，和这样的尸体是同一语。四，解剖为恶而未离开的为断坏，断坏即断坏相，或以厌恶厌恶的断坏相，断坏为断坏相，即于从中央剖开的实体是同一语。五，这里那里各个为全而和野干所食，也叫做食残，食残即食残相，或以厌恶的食残相为食残，像这样的尸体是同一语。六，种种离散为散乱，散乱即散乱相，或以厌恶的散乱为散乱相，即一处是手，另一处是脚，又一处是头，这里那里散乱着的尸体是同一语。七，由展形而与上述同样散乱的为展形离散相，像乌鸦的足迹，与肢体中与刀展形而如前述散乱的尸体是同一语。八，流出的血散布在这里那里为血图像，即为流出的血所图的尸体是同一语。诸处足虫为虫为所散布叫恐惧，即充满鱼的尸体是同一语。十，骨即骨相，或以厌恶的骨为骨相，即鱼和骨是同一语。其次，此等食不尽，也是以此膨胀等升起的诸相的名字，又是于此诸相中证得诸禅的名称。好，感谢。那我先说明一下，同学啊，这个不尽管当我们开始深入的时候是，我不知道会不会 trigger 得到你们的善根。先说明，第一啊，同学，如果你打算啊还要结婚生小孩，不要太过投入哦。如果善根 trigger 出来哦，因为生小孩需要男女欲的，他把那个贪欲男女欲破掉啊，就没有办法生小孩了的哦。啊，所以呢，你还有这个打算不要太过投入这个。第二呢，如果你本身呢是单身，就你来学佛啊哈，你单身打算觉得就说哈你有学，你先生没有学的啊，但是因为你们还没有打算要修犯恨呢哈，还没有打算要分开睡之类，那么这个也不要太过投入啊，免得影响到男女的夫妻生活了。这个第二点啊，所以最适合修的就是你本来都是单身的哦，那就不怕深入，因为你本来都单身。那么呢可以把就是啊哈男女的欲望啊化作修行的力量也是行，或者是老夫老妻的觉得哈啊都已经孩子那么大了，就干脆啊转去成为菩提伴侣这样啊。所以呢要聊大家要知道你是哪个 category 哈，可以了解吗同学哦，这样。那么呢这些很多时候啊。有时候啊哈，我们法师聊这一些哈，聊得不清不楚又不大对，聊得太清楚好像又不大对这样啊，因此有时你们居士啊很相熟啊哈，女众或者男众啊，有时候啊要把这样的讯息啊带出来给他们晓得。这样子哈，尤其是努力禅修又修得很好的，一定要知道他的 position 啊哈，你是怎么样的哦，不然的话他以前出过事情了啊，就是啊哈啊家庭不和啊闹到去道场啊哈，这事情是有发生过的哈，你说同学留意这一点了哈。好，来跟我们看一看了哈。
好，同学呢，在这个十部经里面呢，我们从名称大概就晓得了，那就是呢，身体的膨胀啊、变轻啊、脓烂啊，或者是身体散到完啊，或者是有血流血啊、有虫啊、有骨之类。来，我们看一下，同学，如果你是很怕尸体的腐烂你就不要看了尸体。好，来我们看一下同学，这些同学看到吗？是肿胀来的，看到吗？然后呢，这个是白骨头就白骨了它也没有排太多出来因为这些是属于也算是属于就是令人恶心的照片，你看到吗？也没有说很多排得出来如果我们是用对象是不是人呢？你是什么意思？原则你开麦来问师傅，问题是这个尸体一定是要是人吗？动物可以吗？动物不能够一定要是人，不进关的关系一定是人来的。那同学我们看一下好像如果这个图同学这个图就比较明显了那最后一个呢就是骨头骨响来的。同学看到吗？有些是青淤的，然后呢，有一些是脓烂的，看到吗？有些骨灾，狗灾，因为狗把它咬掉，这样子然后呢，这个尸体是开始腐烂，所以呢，就基本上来讲它是一个过程，反正画的这个比较可以画得出来了。那么呢，这一些如果是皮剥开的话，看到血肉这一些倒又不大像是不尽管的 definition，倒又没有符合到了像这一些这样子一个皮剥掉这样子这样子那这一些呢就是咱走离山巷会看得到就是这一些骨头这个内脏里面会出现这样了看到没这种咱走离山巷它就会跑出来了的了。过后再看一下就是大概是这样了这个是咱走离三线，看到吗呢？上半身、下半身脱离开好，同学呢，可能有很多同学这个就是应该是跳楼的这个可能同学这个你本身呢，不尽管早就上过，哎呀，没有什么感觉那么呢，如果同学你真的想要知道要感受那种厌恶有一个方法的，第一个你试试看去找那种富贵山庄，问他如果有人就是死掉，对不对？他有一个 department 叫解体员的就是需要专门去领尸体帮尸体化妆缝尸体吊颈把它取下来。你可以试试看，问他可不可以给你 part time。大体上那种臭是最厉害，听说一闻了之后你可以一个月都难忘很难习惯的，就是恶臭那个臭是最厉害的。我们这些大家看久之后我相信可能很多人没有感觉了，所以刚刚那个图片看了没有感觉的举手一下，没有什么感觉的有吗？那看到吗？一个举手就你跟师傅没有感觉真情其实还有感觉珊珊也没有感觉，看到没有呢？已经没有 feel 了都看久就感觉就没有掉了，看到吗？所以可想而知他的那个一定要真实拿尸体在面前来修才见效的。然后是说为什么一定要用人用狗可以吗？用动物可以吗？同学他不尽管其实成就之后他那个尸体变成尸像变得很漂亮的哦。那么呢，我们的厌恶它是对着男女，所以呢是不尽管。你找条狗来修啊？哎呀，你人狗恋咩？对不对？又没有人狗恋嘛？现在不尽管它成功会对峙到男女欲望的。而且是很 powerful 的，那么多页数里面所以呢，曾经就是不尽管成就在我们的切律记载比丘自己自杀了，因为对身体过度的厌恶因为呢，你一关起眼睛，哇，整个身体都是那种烂臭你没有办法可以 endure 唯有结束掉生命，赶快让自己不再需要面对这个那么恐怖的身体这样子
啊，所以呢，不能够用动物，原因就是这样哈、哦，它是对峙得到啊哈，异性之间哈、哦，人与人之间的那个贪欲心的哈、哦。好，来啊，所以呢，这个大概是这样了哈、哦。然后我们看看修习法啦，好、哦，来修习法有请珊珊读一读啊，好、哦。修习法一，膨胀相的修习法，瑜伽者则与若与。若欲与膨胀之身起膨胀之相而修称为膨胀之禅的，应该如地辩中所说的方法去亲近阿舍离，而把取相处那些对瑜伽者说业处的人，对于一未取不净相而前进的处所，二四方诸相的考察，三以十一种法取向，四观察至牧场的往返的道路，五人至乃至最后的安止规定，都应该说那些瑜伽者应善学一切，到前面所说的住处便求膨胀住而向，膨胀向而住。一未取不净向而前进的处所，如是修不净者，若听见人家说在某某村口、林口、道路、山脚、树下或屋木间的有膨胀的尸体丢在那里的时候，不要像在不妥当的渡头而即跳去。为什么呢？因为不净的尸体可能有野兽光顾或非人沾近，若往那里走则有生命的危险，或者所走的路要经过村口、浴场与田边，那里可能发现异性之色，甚至那尸体变为异性，即男子与女体为异性，女子以男体为异性。如果异性之体是清净才死的，可能生起净想，所以对于他的犯行也是障碍。如果他能够这样的自觉，这样对于我是不足轻重的，那么他便可去。在出发的时候，应该告诉僧伽的长老或其他通达的比丘，何以故？即使他在注目之间为非人、狮子、虎豹等的形色和声音等的不顺的所缘所威胁而肢体站立，或食物不消化而呕吐，或其他意外的病发生时，则寺内的长老比丘尽能善护其衣钵，即将派遣青年比丘及沙弥去看护那比丘。那些还有些盗贼认为注目是一个不被人怀疑的地方，故在已到和未到的时候往往在那里集合，或者给人们追逐的盗贼跑进比丘的地方，把赃物丢在那里逃走了。追的人来到这里便说，我们被盗的东西和贼都找到了，既不此比丘即伤害他。此时则僧伽长老即可阻止他们说，莫伤害他，他前行曾经对我说过是来这里行道的，人们记得谅解便可安全了。这便是行前要先告知的利益。所以欲见不净者相，不净相者，依照前术的方法告知比丘之后，应如刹帝利把万顶的地方去，又如祭祀者到祭坛去，行者到宝处一样的升起喜悦心而行，即生喜悦心后，当依诸义书所说的方法去行，即所谓好啊，珊珊可以摄取啊，没关系，可以停一停。嗯，因为可以是蛮长的哈、哦，
要分段来去处理哦。好了，就是我们先消化这一段了哈。三三有两个字啊，这个我记得好像是读气郁啊哈，确定一下哈，这两个字的读音哈。好像是非分之想，寄欲，寄欲啊，对了，好，渴望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非分之想，对了，好，寄欲哈，比较有点水准的了，这个字啊，好了，可以 Zoom 举手表态了哈。好了，同学看一下哈。好，这个不进观呢，基本上开头的时候呢，有几个角度，就是呢，取悦处的处所要去考察，要取香，观察道路往返的道路跟安置规定啊，跟地片有点像了。那么首先呢，就是啊，他讲啊，当你讲啊，我要修不净观的时候，这是讲古代了哈。一听到别人讲啊，那边有尸体哦，他说不要那么高兴，马上跳过去哦。他说什么原因哦？第一，你不知道那边有没有动物，当然嘛，千多年前那边有尸体的话，可能动物有在那边呢，或者非人寄寓，就非人呢，就是那种鬼啊、神啊、
之类哦，有些鬼啊哈，他们是吃尸体啊，可能有这个东西在。你去到的话，你就惨了，遇到他们了哦。啊，过他说可能你到那个地方哦，会路过一些浴场，浴场就洗澡的地方啊。古代洗澡啊哈，我不知道男女有没有分开哈，应该有分吧。啊，基本上啊都在河边洗澡。他说啊，你要远离这些地方，因为呢可能不小心啊会看到异性。啊，他说这边的异性，男对女就是异性，女对男是异性，因为呢，顾名思义，你要修不净观，都要一定要去避开异性这样。然后过呢，一去到那个尸体是要留意，他必须呀、啊、哈，是同性，因为如果他是异性的话，他刚死没多久哦，他会升起镜想啊，就是男女颠倒想会产生，而对他产生男女欲，所以他讲啊哈啊，应该这些都要去避免他，所以教我们呢、啊，就是教我们呢、啊，就是跟说古代的人呐、啊、哈，你想修不净观，不要听到那边有尸体就砍砍枪，哇一下飞过去，因为还有这些哈、啊，你都必须要考虑的。不过他有讲了一句非常好，他说如果你觉得啊哈这个异性啊哈，他不影响到你，你就可以去取向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大体上啊家里的成员一般上啊异性啊就是说对于男众来讲啊姐妹就是异性，母亲是异性，婆婆是异性啊，如果是照这样来看啊，通常啊对他们这些我们是不会起啊就是男女欲，因此啊他们啊都可以成为很好的取向的对象啊。如果古代啊人死之后啊可以把尸体啊捐赠给寺庙啊，尤其是泰国那么呢你家里的人啊死了，而你又想修不净观，那么呢这个尸体就可以马上运用啊，成为你的所缘呐、啊，哦，所以呢，这边就是有透露到的哈、哦，所以他是说啊，你自己要知道啊，这个异性啊，对你来说会不会造成呢、啊？哈、哦，过后啊，申请男女欲，他说你自己要知道哈、哦，看到吗？来啊，不足轻重。过后呢，去之前来讲啊，你要跟别人讲一声啊、哦，比如说我们住在一起哦，你去啊取相意，就要跟我们讲，为什么呢？去到那边遇到老虎了，不对，被老虎吃掉又没有回来，还是去到那边了哈，太过恐怖啊，吐到半死这样嘞，对不对？然后过呢，去到修行又生病了嘞，啊，所以呢，你通知啊这边的人，那么这边的人可以去接应你一下，这样子派人去看你一下啊，所以呢，就是去之前就有交代了哈、啊。那么呢，在那些坟墓的地方有时有强盗的，那么呢，强盗误会你、啊。所以他说你早有讲明啊哈，去到可以跟强盗交代哈，这个也难以想象哈，觉应论师把这种细节都写下来哈，啊，所以可想而知，当时的强盗很喜欢去那地方分赃的哦，啊，那么呢，你必须要讲明啊，就避免这些误会这样子了哦。好，来我们看一下哈，蛮有意思，从这边就可以反映得出当时的情形了。好，同学，如果是换成现代啊，你要不净观取向啊，会比较困难。嗯，你看呢、啊，就像我的父母啊，往生都好哦，我没有哪里有时间去不净观，要念八个小时嘞，看到吗？哈、哦，念八个小时啊，过了棺材老他们来啊，就马上啊就入殓了的了。哦，那我们因为这边啊，并不是泰国缅甸。所以呢，在试行起来蛮难，应该是泰国缅甸可以。听说在泰国缅甸啊，尤其是泰国啊，可以把尸体捐给寺庙啊，修不净观。所以呢，我们刚刚就看到图片了，看到吗？看到吗？哈、哦，就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就有出现哈、哦。那比丘是坐在那边修不净观的哈、哦。来这边有啊，记得哈、哦，不净观哈、哦。来你们看，啊，这个一定要有捐助尸体哈、哦。才会发生的哦，看一下哈、哦、啊，刚刚有这张图啊，看到几个出家众啊，南传出家众坐着来修的哈、哦，不净观了哈、哦，一下没有掉了哈，我记得有看到一张图片啊，呢看到吗呢？看到吗？哦啊，所以呢才比较可以办得到，我们这边就可比较难，比较不行了。那么如果家里的人呢、啊，他死了哈、哦，他不是在医院死，他在家里死。一般上必须要报警，那报警的话警察会进行调查，确保没有刑事案牵涉在内。那么呢过后确保没有刑事案过后呢，尸体还不能够给家属，他必须要送去 postmortem 要去检验。那么验完之后呢，再通知你去领尸体。
那你领了尸体的话、哦、才可以说做八小时助念啊，再交给棺材老啊，或者怎么样之类。哦啊、所以呢，我们这边是有 procedure 的，你必须要在家里死哦，不能够是说不报警，就在那边念，就是不进棺这样、啊、怕不能哦，法令上怕会违反到这样子啦。哦、OK、哦啊、这是一点的、哦啊、那么呢、如果是真的要学的话，可能呢、啊哦、你都是要啊，真的是、一些地方啊、哦、人死掉没有地方去的。我们这边呢、啊，我听说有些地方有做捐棺的，那么有一些人死掉啊，哈，他是没有地，没有他需要被别人领尸的，像一些老人院、孤儿院，老人院、孤儿院，他有很好 system 的话，他们人死掉之后啊，哈，他们按照他们的 system， 他会给他入殓呐、火化，整个过程给他完成，啊，只有啊，他的 system 不完整 ，plan 的不好啊，他才会是说到时候啊，才找别人啊捐棺之类，所以变到啊，像这种这样的情况啊，可能你就有机会啊，可以接触到腐烂的尸体，然后修不进棺，所以这一些哦，你可能呢都是要跟一些啊，就是有借一些、啊、无人认领的尸体的哦，公家的哦，就是这种殡葬啊，就有这个可能，所以呢，不然的话，我们应该是不大有可能接触尸体了哦，除非你到泰国短期出家啊，就有这个机会。看来去泰国短期出家是最 practical 的啦哦。如果是说要接触尸体哦，你很有那个心哦，要修这个不净观。所以大概这样子到现在哦，你感觉你真的好想好想哦，真的对一个尸体去修一修的，可以 zoom 举手一下嘛？哦，你很有渴望之心的有没有？他没有啊，没有的话就不用讲那么清楚了、哦、那随便混着过就算了、哦、那都没有心嘛，全部嘛、哦、哎呀，就不用那么认真了、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哦、不过我们从这边了、哦、可以了解当时啊的佛教概况啊跟生活模式了。那这句很好，他说啊、哦、当一听到有那个当恐凤了啊那个尸体，你可以去修，他说如贫者到宝藏处一样，升起喜悦心而行。嗯，这个重要。所以同学哈、哦，当你去参加禅修营，比方说你来二地练气功啊，哇，一天可以练哦，你好像啊得到宝藏啊哈、哦，才好的。嗯，如果你呀、啊，哎呀，被勉强过来的，或者是说，哎呀，没有人硬硬塞着去这样 ，not good。这样的话，你没有稀有之心。你不害好药的，所以同学啊，这种禅修营啊，就是说我们这边只可以给你了解它的重要性，而你本身必须来自内心真正的渴求，你才不会浪费掉那个位置，可以了解吗？所以就这个缘故哈，有的叫我啊哈，因为我们的那个六月份的气功营满嘛，去找 resort 班，我坚持不要，就是要二地，就20个位就好了。这样的话哦，让你们呢、啊、一票难求啊，才有那个哦好药之心。因为呢，别人退出，你马上要抢，你抢不到就没有了。那没有要等下一次，他好药之心才有的哦。我也要享受一下什么，好像周杰伦演唱会什么门票秒杀的感觉吧？当然嘛，对不对？哇，多爽啊！秒杀我哦，哇，我是周杰伦，多爽啊！我也爽一下，哇，多好啊！秒杀，看到吗？哎，你们呢、啊？六月啊。你要退出啊，真的有人在等着要进来，你知道吗？哦，所以你一出啊，就有人马上进了的哈、哦，真的是哈、哦，啊，所以呢，就是这样的话哈、哦，让同学升起好药之心也是好的。所以看来啊、哦、让你升起好药之心，我们这边也有责任哦。所以有的不要再讲啊，去找 resort 来办啊，让多多人不要哦啊，我们主办单位就要这样子，让你们呢哈、哦、啊产生好药之心哦。好，来，接下来我们再看啊哈。哦OK 哈，好，来，有请素芳读一读哦，摄取膨胀啊哈，有请。摄取膨胀不净相者，执念不忘，内摄诸根，亦不外向。观察往返的路，不与他人作伴，单独而行，在气有膨胀不净之相的地方。那里若有岩石、泥塔、树、灌木、蔓草等相及所缘，对于所有的相及所缘即作注意之后，再观察
及膨胀不净相的自信状态，即是对于颜色、性别、形状、方位、空间、界限、关节、孔隙、凹部、凸部与周围等相，他得深深的汲取，善能把握，善能确定。他对于那些相即善汲取、把握及确定之后，执念不忘，内摄诸根，亦不外向，观察往返的路，不与他人作伴，单独而行。他经行时，当于不净相作意而经行，坐时亦当于不净相作意而打坐。好的，可以暂停了哈。那同学看一下哈，哦，这段他讲什么哈？他讲啊，关于这个不净相，对不对哈？大体上啊，你去取相的时候是，同学呀，我们取相啊，必须要把这些东西忘掉。你看啊，这个骨头对不对？但是这边有很多土地呀，等等这类东西，你也会把它看在眼里，也会摄取在里边。所以他说，你必须要把它忘掉这一些。只取这个相的自性，然后呢，这个啊尸体本身呢，它的颜色、性别啊、空间呐、啊、关节哦，完全要很熟悉。就像这个图，看到吗呢？啊，这些哦，啊，像尸体腐烂，它的性别啊，整个细节全部完全你都很熟悉。然后呢，熟悉之后啊，同学他有几个很好的名相啊，同学你看一下他讲什么？他说你必须要深深吸取。善能把握，看到吗？要抓得很准，要把握得很好，要确定很好，而且啊，要很深刻的，看到吗？而且呢，在之前他有讲，看到吗？意不向外，就是不要往外看了，哦，执念不忘，所以眼睛看了尸体之后，就不要再去看外面，不要想别的东西，所以意不向外，内摄诸根，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不要再去往外看了，好好关注你这个尸体。过后呢，看到吗？他说啊，好。完了哦，不要跟别人作伴，要自己走就好了啊，免得聊天哦。所以他讲啊，哈，当你在进行的时候不离开不进这个尸体，坐着的时候也不离开啊。所以同学啊，基本上禅修就是这样哦，你的业处呢是不能够离开的哦，这样哦啊。所以一样，同学你来练气功也是一样，那个放空是无时无刻都在放空里面的哦，所以安般涅无时无刻都在安般涅里面。都是通常都是这样才对，不尽管就是这样过呢，它才可以成熟啊，哈，久了之后啊，那个业处才可以成熟，才会酝酿成功，这样好。好了，同学今天。